所以，你的内丹在我体内，和护心灵融为了一体，再加上幻命咒，那这样一来，你的内丹岂不是也拿不回去了？内丹修行千年，还会有的。一千年呢？ 陈先生，我是长老，你不听我的命令，我留你何用？天地自然，鬼气分散，积水掩尽，去。 丈夫才能为妻子晚饭。我们不是已经成亲了吗？在月色朦胧的铜锣村，告知了亲人，在巍峨的青丘大殿，小遍了天下。燕回，你知道吗？送出婚书的时候，你便是我的结发之妻了。我盖章了。 这事定了，一辈子的，走啊！世间的妖怪，或多或少会保留化形前的癖好，他喜欢的、害怕的，都会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来。若能知晓其真身，便可对症下药。知晓真身，对症下药。 嗯，你可又在对我动过心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是因为……你敢碰他，你试试！你敢亲他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敢碰他，我剁了你的手！你敢看他，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！我是怕他打你。 燕回，我有时候总想，20年前，我若遇见的是你，会怎样？20年前我还在娘胎里没有滚出来呢。玄门恶女燕回，刺杀国主。走开！燕回，我想以燕回的名义入伙画报，她亏了，算我。 你，凭什么？这什么这是？够不？妾身名为隐惑，当年也是普通的小妖一枚。受黑河结界所影响，玄妖之力皆会被削弱，就是再厉害的宗师来这儿，也会变得与凡人无异。我想做龙主夫人。 你要是想活命，就让那玲珑赶紧把你休了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妾身这旷世的容颜，哎呀，玲珑，你就是我的真爱呀！你可怜可怜我，可怜可怜我吧。
贼人若混过严先生的检查，我们必须有另外的方法逼他现身。盟主是想引蛇出洞吧？这殿内有铜书的气息，那严先生没有抓住的贼人就是铜书师。 与我们清秋为敌，我们清秋再也不认你这个不讲是非的龙主了。这冷泉水源自于黑河源，至纯至净，也至寒至冷。哎呀，本来就是遏制这世间一切的力量，可它。 还要在水下强行的运用功法去加热这冷泉水，消耗那也是正常的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作多情，但是我发现，你最近有把我们成婚假戏真做的苗头。如果是误会，那自然再好不过；如果不幸被我猜中的话，麻烦你克制一点。既是这样的话，我就用名垂青史墨为你书写。 保婚书万事永存。这写的什么东西啊？ 这文中的字只有老夫能够翻译。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要你们俩成亲。<笑>一起练就一起练，但为什么非要成婚？必须成婚呐！国主夫人没说必须成婚。是好，我们成亲。你说这燕姑娘不是和白公子是一对吗？怎么这会儿听着像是要嫁给龙主了？<笑><笑> 你个臭老头，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你俩成亲就别叫我啊，我是不会去的。让开！让开！听这个动静，莫非你把整个龙骨都搬过来给燕姑娘了吗？你用这些俗物当聘礼的话，对燕姑娘会不会不太尊重？她会喜欢的。 这些都是赵叔想让我看见的东西，他一直在阻挠我取得幽冥符。原是我负了你，我早该还你。那，我借你一刻，等以后，我再把真的那颗找给你。时光匆忙，幽冥符你必须拿到，我一定会让你好好活下去。 天佑，这一路上，你虽然三番两次的害了我，但是你也三番两次的救了我。站在我身后，无论发生什么事。 都会和你一起面对这一切。 你们这有本奇书，叫做《幽冥赋》，里面记载的方法，也许能帮我治疗他。我也知晓取幽冥赋，需考验两人默契。我可以随你去取幽冥赋。不用了，我做不到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？ 包子，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梦想啊，嗯，
我想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我与你共同经历了许多，有默契，我胜于白小生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你在干什么。我在洗澡。嗯。他喜欢看人洗澡。 我们还是想办法，先离开这个地方吧。你可知这地方有什么规律可循？是十二月间，以北斗七星之斗柄、瑶光星所指的位置而建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季节，会分别指向十二辰，也就是十二月间。就是十二个月份呗。正月见阴，二月见卯，三月见辰，四月见巳。 我手上的三就是三月，刚好对应你手上的辰。如此说来，只要地支和月份对上，我们必能出现在同一时空。那倘若白小生的生肖也对上，我们三个不就是可以相聚了？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。对，赵公，公子正在医治眼疾，你怎能不经通传便径直入内？收到消息，玲珑天药近日已出现在我青丘地界。 天药，他来了。可玄门诸多门派也在三重山附近聚集，今日传来消息，要我们交出玲珑天药，否则便威胁我等再起玄妖之战。素影，肯定是做了什么刺激他的事，他才会如此。那素影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，他杀了云云。来到故事终点，云云。 那跟你们进来的小道溪边的山壁上，有一种开兰花的玲珑草，能治灼伤。抱歉，燕回姑娘。我总算明白，原来那天晚上，天药刺我心口。 萧真人果然名不虚传，我已在此久候多时。